好，那我们现在喝的这个是橙汁汗啊，橙汁汗不就是那个那个关什么橙汁汗吗？对，橙汁加什么？柳橙汁，然后汁是什么？汁是奶盖，汗是什么？玛卡。反正它大杯的话是87，特别取一个87。这有没有公然舞？那我们马上把它打开看，这个其他几个饮料就喝不到了，没有办法比较价格。我拿它就奶盖，就跟蛋糕上面那个奶油差不多。我用嘴巴喝看。好。哎、欸，那个玛卡饮的味道其实有点特别，它也不会到太浓烈，但是它有一个，我觉得现在喝蛮牛的。对，就是蛮牛，就是蛮牛，我讲不出来。它这就是等于把那个蛋糕的奶油之后加了蛮牛。蛮牛，我就认真觉得难喝，难喝，而且它的那个什么，它的橙哎、欸，重点是它的橙有啊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淡淡的橙，它只有一点点橙，然后一点点果肉，但是我觉得橙应该可能多一点会更好。对，我怀疑这一杯他在乱搞，他故意让橙汁汗的销量不好，我觉得可能要记过喽。是不是要我喝到柳橙的果肉，有对，可是还是难喝啊。他把两个不相关的东西混在一起要干嘛？我们今天特别来到台北来拍透一时的19茶屋。那我们今天是全新系列，叫做网红记大过，不好喝的全部记大过。因为透一时常喷冷嘛，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好喝，直接开嘛，不管它。那我们就马上去喝吧 ，Go。19茶屋位于台北捷运西武站1号出口旁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店面非常狭小。走的是一种日式违章建筑风，里面还挤着5个店员，验证了Toys说的店面控制在10坪内，节省成本。我们到的时候距离开店还有半小时，早就大排长龙了。饮品定价也非常便宜，品项不多，分区定价，单品茶中杯一律19元，就算是加鲜奶的大杯饮品也不超过50元，可以说是非常佛心。其中最特别最贵的橙汁汗，我们当然也会点来品尝一下。好，我们全部买完了，现在来到台大来试喝一下。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买了什么东西。Toys 它里面有一个4项推荐，我们那4项都有买，分别是珍珠鲜奶茶、绿茶冻梅露、红柚翠绿跟馥郁清茶。这4杯是它推荐，我们都有买。那我们另外是加买了19红茶，就是最便宜的单品茶，还有绵绵奶盖乌龙，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关橙汁。它是最贵的87元。那、啊、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口味啊。你平常都喝很甜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每次都去点半糖，通常是少冰或者去冰。我也是，我们两个其实都是蚂蚁人，都是喝半糖，所以这次全部点半糖去冰啊。有些甜度不能调，那我们就是改去冰。好，那我们先从清茶开始，这一杯清茶是无糖的。那我们买中杯是多少钱？19块。因为它茶叶是不是用最好的？对对对，然后最顶的茶叶，听说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因为毕竟网红的话都听听就好了。对，不好就记大过。我们现在马上喝喝看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喝。它茶叶很甜的、啊，对，像我是南投人，论到茶的话，我一定是最懂的。对，它会有茶的那个回甘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它尾韵它是不会苦涩的，所以这个19块一定可以买。我觉得就是给过，而且它不会太水，它那个茶完全就是茶叶的那个精华在里面。对，而且泡的浓度恰到好处，不会太浓，这非常好喝。这无糖的喝起来回甘，而且可以解渴。这个给过，下一个哦，透一直有在认真哦，有在认真。嗯，好，我们下一个喝的是19红茶，这一样是单品茶。我们买最小杯就是中杯是19块，点的是半糖去冰，因为红茶我不喜欢喝无糖的，那我们就点一个半糖来喝。看起来跟一般外面的红茶一模一样，外观来讲。然后来喝看这个半糖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品质有道。嗯，大家应该喝过那种便当店红茶。单纯甜，就是用糖啊，它那根本就不叫茶，它的半糖其实不甜的，其实没有到很甜，因为它的茶味刚刚就有说，它浓度其实很高，所以如果想要喝甜的，应该点到全糖，对，可以全糖，对，它一样有回甘的，好喝，重点就是它的茶够浓，所以我觉得这如果开在我家楼下，我也每天买，19块很便宜，嗯，但是好喝的，我们马上进下一样。好，我们再来喝的是红柚翠绿，这是在它的4项推荐里面的，一样是半糖去冰，这是49块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打开看。哦，这是哇，吓到！里面超级大块的果肉，他感觉加了半颗柚子下去了，很扯。那这样49块，我买单，便宜，喝喝看。哦，我觉得是好喝，好喝，你咬得到它的果肉，我们连吸底部都有果肉。对，这个扯了，因为它的茶叶味道也不会不见。对啊，回甘还是有茶叶的味道。哎，这半糖我觉得可以点到微糖，偏甜。嗯。还不错，有绿茶的味道，但果肉是真的咬得到那种爆汁。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哦，好大块，好吃。那柚子是新鲜的柚子，嗯，然后就是啵，通常这种红柚翠绿不是会那种苦苦的感觉吗？对，但是我觉得它完全没有到苦感觉，就是微微的红柚香。其实我自己不太喜欢喝柚子，因为有的时候常会苦苦的。嗯，
结果他的不会，太夸张。哦，这个状态不错，这个好喝，这个49块我愿意买。这个给过，目前3样都没有寄大过，可不可以一样给我们寄个大过，好不好？托伊斯，等下可能只有我一件可以寄过了。好，我们下一杯是珍珠鲜奶茶，点的是半糖去冰，39元中杯的。那它如果大杯的话是卖50块，它珍珠我们刚才有看一下，它是大颗的，它是用鲜奶对不对？鲜奶的。嗯，好喝，茶味跟牛奶的配合非常好。嗯，我这边觉得还不错，它就是一半一半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珍珠不够甜，珍珠的话就是一般，马古的珍珠可能好一点。嗯，算 Q 啦，但是珍珠没有到特别有特色。因为这个半糖我觉得是刚好，不会到太甜。那我们去下一样，目前还是没有搭过。好了，我们下一个是它4样推荐里面的绿茶冻梅露，一样点是去冰，可是它的甜度就不能调了。那这个中杯是39块，它大杯多少？50是不是？对，50。可是听说它里面好像真的有绿茶冻，我开始买之前我以为是梅子绿茶，结果不是。简单把它打开看一下，发现吓到，打开有梅子的渣，发现哇，超大块梅子冻，吓到，真的吓到，我以为是那种小颗小颗像野果的感觉。对，结果它是像爱玉那种感觉，超大颗，大块的梅子冻。这个39块哦，很划算哦，喝喝看。而且这真是牛逼啊！好喝，这个水应该是梅子主要的，对，梅子主要。它绿茶是把它用冻的方式呈现，它不是把绿茶丢到梅子汁，它是用绿茶冻让你喝到梅子汁。它连里面那个梅露啊，那个梅子的那个茶是很浓的，对。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梅子渣渣在上面飘的，真的飘，甜度不能调，可是我觉得甜度是 OK 的。你如果觉得梅子露太甜，那没关系，你喝个绿茶冻，绿茶冻是无糖的，它要把那个调味调和掉。而且它的重点是它也不会到太酸，所以有些人可能是不是会怕酸不喝这个，他来喝一定可以接受，因为真的没有到那么的酸，好喝。哎，完蛋啊！这样我们39块，不用记大过，我们不是要记大过吗？啊，结果把透一直捧成这样子。我们喝下一样，这个一样给过，这个好喝，非常便宜，39块，再喝一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喝的这个是橙汁汉啊，橙汁汉不就是那个那个关什么橙汁汉吗？对，橙汁加什么？柳橙汁，然后汁是什么？汁是奶盖，汉是什么？玛卡，对，流汗。我们先跟大家大概讲一下玛卡饮是干嘛的，它是不是可以让男生变得好像什么头好壮壮的那种？对对对，好像会提神啊，精神不好喝一下，感觉精力充沛。对，我们大家喝喝看看，实测一下。我们这一杯中杯的哦，是78。一般玛卡外面是保健食品，其实蛮贵的，所以这杯卖78块，可是算正常价格。对，而且是中杯78，然后它大杯的话是87，特别取一个87。这有没有公然舞？那我们马上把它打开看。这个其他鸡饮料就喝不到了，没有办法比较价格。哦，打开就奶盖，就跟蛋糕上面那个奶油差不多。我用嘴巴喝看。好。哎，那个玛卡饮的味道其实有点特别，它也不会到太浓烈，但是它有一个，我觉得现在喝蛮牛的，对，就是蛮牛，就是蛮牛，我讲不出来。它这就是等于把那个蛋糕的奶油之后加了蛮牛，蛮牛，我就认真觉得难喝，难喝，而且它的那个什么，它的橙哎，重点是它的橙有啊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淡淡的橙，它只有一点点橙，然后一点点果肉，但是我觉得橙应该可能多一点会更好。对，我怀疑这杯他在乱搞，他在搞，他在水，他故意让橙汁和的销量不好，我觉得可能要记过喽。是不是要我喝到柳橙的果肉，有对，可是还是难喝啊。他把两个不相关的东西混在一起要干嘛？这一杯记一个大过，大过送给他，目前一直大过。换下一个，好，我们最后一个，这叫什么？绵绵奶盖乌龙。对，为什么会点这一个？因为我自己看我们 Toys 老哥的直播，发现他好像自己蛮推荐这个绵绵奶盖乌龙。我们一样点的是半糖去冰之后39块中杯的。哎，我觉得有点怪怪，因为看它的外观，我找不到它的奶盖在哪里。马上撕开。哎哎，那是在搞笑，还是它真的没了？就它可能会被寄过。就是很奇怪，我们刚刚买绵绵奶盖乌龙，就打开里面没有绵绵奶盖。他现在是不是在喝乌龙 T 啊？哎，真的是乌龙 T， 对吧？这是乌龙 T 而已。啊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单纯就乌龙 T 来。对，我觉得它奶盖可以忘了加。可是它乌龙 T 好喝，是好喝的哦。你一喝下去，从嘴巴进入之后，鼻子就开始有乌龙的香气散出来。它这喝起来是非常香的，它在你那个舌头上颚那边会留个那种茶叶的感觉，香气直接喷出来，是好喝的。可是这个应该是19块，那我们是点半糖，它没有糖，它应该是无糖的乌龙茶，这个应该是完全跌错吧？那没关系啊，那这杯一样记一个大过，不是说不好喝，是它乱搞，记起来。那我全部喝完，总共7杯嘛。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今天排队购买，还有现在喝完的一些心得。我们差不多10点去，对不对？10点去，从头排到后面，大概排了差不多50公尺，而且还有半小时才开店呢。所以如果想买的人，可以提早去排。而且之后听说会有20间加盟店啊，我不知道开在哪里啊。他自己是说不会开在一级战区，就是因为租金的问题嘛，还有坪数限制在10坪之内。
省成本。那可是我觉得今天喝起来是算非常满意的。我觉得在茶类的部分是很满意，还有它的特色茶，比如说什么绿茶冻梅露啊，对，然后再来是红柚的那个嘛。对对对。那橙子汉就不知道在搞什么，先可以不用。对，橙子汉就先不讲，因为它被记过了。其他的饮料店可能柚子不会加这么多，也没有绿茶冻。哎，第一次喝到，而且它绿茶冻是有味道的呢。所以综合起来，价格一定是便宜，东西也好喝。嗯，所以这如果我想全台开的话，跟廖老大一样开个什么200-500间，对，我觉得是不会倒的。对，不会倒，我觉得不会倒。除了我已经喝的材料之外，应该是不会倒。